我们这个案件呢是涉及一个这个侵权责任纠纷，是最早的时候一个有个叫许峰的这个当事人，这个在这个网吧上网的时候，这个因为脑干出血不幸死亡，他的这个继承人也有家属，因为这个人已经这个死亡，所以说需要有一个这个进行一个赔偿。这个案件进到这个我们法院审理之后呢，一审二审最终判决这个网吧以及这个网吧的实际经营人，一个是叫刘平，一个刘丹丹，这两个人共同赔偿这个死亡人许峰的家属，一共赔偿款是13万多现在进到执行程序以后，对他们进行一个通知，但是没有主动履行。今天这个现场是我们来寻找一下这个网吧的这个经营人，看能否这个对这个案件尽快的将这个赔偿款赔偿到位。法院认为该网吧在疫情期间违规营业，其营业时间也明显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时间，作为营业场所的管理者，对进入其营业场所的人员负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，应当尽到谨慎谨勉及有效的提醒告知等义务。但其未按照规定营业，还放任徐某在其营业场所内长时间上网而未加劝阻，网吧存在明显过错，因此网吧需承担15%责任。对，不是你今天在不在？不在。不在是吧？对，在是我这边的临时管审是吧？对。好，你说一下啥情况？这个徐小薇这个事儿你应该知道吧？不知道。我跟你说啥情况，这不是这个侵权责任纠纷，那个当时在那里边有一个这个徐凤的。徐凤我知道。徐凤早两年那个就搬到一些不在了，涉及个侵权纠纷，后来咱们法院不是判决了一审二审，判决到现在等于说是涉及有个13万多的一个赔偿款，那个需要咱进行一个支付，我先要练习了，先要练习，练一下看啥情况，你先给管事儿的，我就是你给他打个电话，他说今天啥情况了？我先你说一下，你得说，这会儿他尽快的到场，因为哪怕他不到场，因为今天一个是媒体见证，二个咱们执法记录仪全程记录，对，这个首先是这个网吧的机器，这个一个是他的这个机器设备这个数量，二一个他这段时间的这个具体的经营收入，咱们都首先都要进行一个核对，如果就是说人不到场，这个没完核对的话，咱们需要对他这个账户进行一个封存，这是其一，其二的话。账户封存了之后，会对这机器设备进行清点。清点了之后，我们会这个对这物品进行一个查封。这个是需要他最好到场配合，这个是更好开展。如果你说他不到场，实际经营也不到场，你说这会儿想你帮个忙，再去帮出来一个这些事儿，那不合适。对，是不是？你要打电话，这会儿先给他说清楚。好，尽快赶紧联系一下。我这边的手续，一会儿要向你这个出示一下，你给他尽快转大刀了。网吧临时的工作人员和法官均未联系上被执行人刘某和刘某丹。南阳市卧龙区法院执行局决定对现场依法进行搜查。来，我呢这个手续给你说一下来。今天首先提的是咱们法院这个出示这个咱们一个执行裁定书2023-1303-2051号，这执行裁定书。这裁定书主要内容是啥的？冻结华博北京六丹丹南阳市不见不散网吧刘平的存款，这个142,788.7元，这个或扣留提取其等值收入，或查封扣押其价值相当的财产。这些都是咱们今天为啥要这个查一下他这个具体收入，以及对他这个店内的物品进行一个查封，咱们为啥要做？这也是咱们一个依据。这个搜查令呢，也是就是说，因为这个人不在场，等于说也算拒不配合。刚才你看你打电话说人不在。赶不回来，包括跟他老板打电话的，人也不接电话，现在也不来，正面面对这个事情。搜查令就是说是由天蝎咱们今天的搜查人员，一个是这个谭蒙，我们卧龙法院这个执行局副局长，一个刘旭，也是咱们卧龙法院执行局副局长，这两名人员带领我们这个执行局相关工作人员，对这个不见不散网吧，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搜查。搜查包括但是不限于对于这个电脑，他这个账目进行一个清点，以及对他的室内物品清点，以及可能隐藏财产的下落。这个地方咱们进行一个这个搜查比如像你们出去啊，这个搜查令的话，所以说你也把他们带转交一下，转交一下这个行吗？好，谢谢啊。能差能别。就在执行局法官对现场进行搜查的时候，在网吧上网的一位网民提供了一条消息，称还有另一个门店都是同一个老板。执行局法官赶到第二现场后，依旧没有见到被执行人。最终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对该网吧依法查封。查封并不是最终目的，法院采取的一切强制措施都是为了督促被执行人尽快履行，以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，将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落到实处。另外，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
温馨提示广大人民群众，请保持良好作息，注意身体健康。